我觉得我会画双响炮，是因为可能从小看了那么多人的婚姻，才发觉哇塞，中国人的婚姻真的是狗屎。我还以为他画的是他父母，其实完全不是。对，但是我父母背黑锅。你小时候画画的天分是随你爸随你妈？我应该是我爸爸遗传的。我爸爸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抗日的时候，他画过抗日漫画。然后我就问我爸爸说：“哎，你这个稿费怎么算？”他说：“画一幅报社就给他一包香烟。”